热交换器和冷凝剂的性能往往遭受污染物扩散和结构的影响，导致能耗过大的问题，降低了运转效率，缩短了设备的使用寿命。EcoBrush 是污染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可在设备运转过程中同时进行清洁工作，设备不需要停机。EcoBrush 系统组件包括毛刷和捕捉器、幻象阀和电动执行机器、控制面板。控制面板可独立或连接到程序进程或楼宇管理系统中，用于远程监控。工作原理，其优势在于简单性。自动阀每4小时改变一次热交换器管道内的水流方向，每次大约15至30秒，不影响冷却塔的流量。尼龙毛刷被水流的推力推动，上下运动着通过管道，沉积污染物在此过程中被清除干净，不会有机会在管道内残留结晶，所有污染物最终通过冷却塔的水池排出。为什么使用 EcoBrush？ 节省10至20%的冷却装置电力损耗，增强行业生产能力。当热耗散能力成为限制因素时， EcoBrush 可以帮助解除此限制，使系统全速生产，减少手动清洗或腐蚀修理的停工时间，节省20%的冷却塔排污用水，允许更高浓度循环冷却水的保存和补给，因此矿物质也没有机会在管道内沉积结晶，降低使用清洁化学品及相关处理措施的成本，避免了排放清洁用化学物质到污水系统或地表水系统中的不环保做法，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被腐蚀的管道会开始出现泄漏问题而需要更换，随着越来越多被阻塞管道数量的增加，设备最终将不能使用。通过防止超规格的设计，新项目将减少20至30%的换热面积，具有节省电力、水资源和化学物质的使用，减少工业活动对环境的直接影响等优点。 EcoBrush 不仅是利润的贡献者，还有助于保护环境。 EcoBrush 的投资回报周期不到1年，我们可以通过您的使用信息来协助评估回报预期。您准备好停止浪费时间和资源了吗？请通过联系人页面信息或电子邮件地址 info@waterco.co 联系我们。